抓女丫鬟的游戏。啊，是爸爸也想玩。许愿的话，或者跟你心爱的人一起看的话，你们一定可以走的长长久久，好不好？终身在一起。对，所以各位下学的时候，你心里想起第一个人是谁？我啊，思琪哦。大家请想着三友。三天，第一站看谁？超冷。哎，你隔壁啊？下雪就是要找一个温暖的东西保护。我可以保护你。哇，这个雪景。差不多就是这个，为你上映期捏。到我们这个济州岛难得的瑞雪初雪，什么山来？什么山？就忘记，才刚看过山来给你看，陈星月哦，陈星月，他们三月会有个野火节，来好好介绍好，然后那个山会整个都放火，为什么要把山放火烧掉？就是古老的传说，我跟呐，就跟这边呐，我跟就这里，我们这次也是跟这个可乐旅游嘛，他们三月就有这一个整个团可以来这边看野火节，跟着团，然后包咖啡厅，坐在里面看外面，就这样看，对。看你要跟，像我们这是跟团啊，还是你有些客制化的行程都 OK， 没有问题，可乐旅游都可以处理掉。哎，那边请不要盛开轰，今天没有，那边是拍照点啊，那拍照那边是拍照点，大家都在那边放火，然后这边坐在那边很壮观了，很好看哎。那你出去拍他们这边干嘛？吹暖气啊？我跟你讲，那个吹什么暖气？我打死都不想出去。你那个吹什么？出去拍，出去干什么东西啊？一群疯子。今天搭的是什么？今天搭的是什么？短尾矮袋鼠跟短尾矮袋鼠豆腐人的豆腐人。OK， 搭配我们这个陈星月这样的一个感觉。那个 IG 在哪里？废物 FEIW_X。好，欢迎追踪。现在人数有大概78万人左右。这边是这个泰迪熊博物馆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来这边是什么景点？泰迪熊博物馆。嘿，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看做泰迪熊。哎 ，DIY， 对。尴尬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人家这是什么？DIY 啊 ，DIY 啊，我是钢铁蜘蛛人，很不错哎，超可爱。我是钢铁蜘蛛人，
这样跟这个可乐旅游来是要这个熊可以做对不对？可以 DIY 的，独家。然后我们再问一下这边有专业的哦，我们可乐的导游。哎，叫萌姐，叫萌姐，叫萌姐，你吃哪杯啊？哈，啊，No money。什么啦 ？Free 啦 ！No money 啦！你才穷啦！你才 No money 啦！婕妤正在做什么？蝴蝶结，在包扎伤口啊，感觉得出来了。这是蝴蝶结了啦。它是什么？坑不坑？我等下过去帮他问一下。皇冠点点，他找一个皇冠给他，完美。还有你设计的。主打是立体的眼睛，纯手工钢铁蜘蛛人，钢铁蜘蛛熊呢？海鲜火锅 ，OK 啦，你们都笑得很开心呢。干贝、虾子、螃蟹、鲍鱼、九孔，都没得补的。你想得到海鲜都有。济州岛在海港的，现在吃海鲜。你要看会弄的鲍鱼吗？哪里哪里？我晚上给你看。你那个菜不是鲍鱼，那个叫什么？蛋菜。蛋菜。对，那是蛋菜。吞生吞，我不敢，啦不要，会生儿子，不要，会生儿子，不生了，不生了。那我阿公被章鱼喷到黑黑的汁呢？不会吧？大口啊，哈，还想跑啊？进来这家公司就别想跑了啊！真的在下雪，下雪，好了，不要再掉了，不要再掉白龙球了，不要再掉白龙球，不安保、哦。好下下来，为什么要下来这样？告诉我。要购物行程了，是不是？又可以买了，买起来，买起来，同个景点二访，总监。潮流时尚的指标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去七星路。七星路有什么值得买的品牌？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我也还没逛到但是我想应该有很多大品牌吧。比如说哈哈 baby 应该在那边快设设的快闪柜没有问题了。我们就下个月就去了。呀！妈妈出不来。被困在里面是吗？洪家岭战俘啦，快点！什么啦？这我穿不下，这太小了。哦，你是说这个三二太小，你要45？威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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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韩国人都浮夸，浮夸。下午行程看乱打秀。对，你知道刚刚他说我要干嘛？我说我们要看乱打秀。对啊。他就说哈。想被乱打哦，对啊，应该。三套乱打秀，人家很帅呢。
乱打老婆秀。哎、欸，白带鱼算是你的特产了，好不好？试一下。听说很大条，是？我有看到。你不敢吃鱼啊？我不敢吃白带啊，不能吃鱼，白带。哇！老婆对这种巨大的东西都会害怕。哇！很大。可以把它切切切。切切切。像个表演。啊！不要停！噔噔噔噔。没事，我教你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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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鬼真的要消融到。哎、欸，你吃到我，哎、欸，这边怎么样？对，好奇怪。行李箱有40公斤哎、欸！好，尽量 ，go go go go， 卖，呜！免钱啊，免钱啊！罗拉，韩国扫把，当然要扫把，韩国扫把，乱打秀那一只啊！我只要一瓶，我只要一瓶都被他们买光，买一瓶，买一瓶，没有这个很好吃，虽然它很不健康，但它很好吃。这是什么？餐肉啊，午餐肉。你的东西呢？勤俭持家。2980而已，60几块，1、2、3、4、5，5个啦，一个。来，吃看看呢、啊。开喝了，开喝了。不下了，满了。你们要推车啦？我们要结账，结账，推车会买到拿不回去。来，台湾的香蕉只要60块哦，来，不要带台湾的香蕉。这也真的太坏了！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看起来很好吃啊！你还自备大型购物袋？你知道韩国人跟那个养乐多一样，是半夜要起来排队的。미쳤어，나봐사진한장찍어다요다요파이팅外出补妆补防再来做使用，轻轻的这样拍一拍就可以了哈。还有第三天的行程，史努比乐园，小舅妈赶快，小舅妈赶快，我的最爱，不是吧？你最爱才不是史努比耶，我的最爱，哇！拍一下哥啊，哥努力。哥，来，我来帮你拍。啊，排队跟嘎哥拍照，跟嘎哥拍照。太前面。配多少？配杯啊！配杯！这个真的好敷衍，这个真的好过分。去吧。
算了，包场没有，包场没有，包场越包越大场，大哥还没人敢来、啊，好霸气哦，是没人不敢吭声啊，没有人。包大了，妹子，你们要这个锅气是不是？没有，妹子，他们有锅盖怎么喂？不能喂，可以再加肉，可以加河南。今天 Laura 和牛，知道黑毛和牛，尽量加。黑毛猪跟白毛猪差在哪里？来，黑毛猪健康，不会黑。黑毛猪是黑屌。那肉看起来很大一片，是不是？那这样直接吃，要包吗？直接吃，怎么包？就对着，卷起来。安利啊，铁舌头，一口这样，一口很烫哎，看，好哦，怎么 Q 弹？肥肉是 Q 的，是不是？女孩子11、12岁开始就跟着妈妈去汉拿山，从我们这里到汉拿山很远，一次往返差不多要3-4个小时，还有她全部装满水15公斤以上。莫尔多生女儿，莫尔多生儿子，鼻子，莫鼻子生儿子，嘉玲。走啦，试喝一下而已，就买成这样。民俗村里面才会有的。哦，民俗村还有，那是限定，大师弟呀！寒山日出峰啦，公关科必有景点，来打卡拍照，来哦，开心哦！去哪里？水族馆。那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？黑毛猪肉。黑毛猪肉。对。爱妈妈。爱你。爱爸爸。爱爸爸。当塔口遇上塔口。
你要干嘛？当王美。你不要把人家洞用坏，这不行啊！不是小舅妈都不行，你怎么觉得你可以？你到底哪来的自信？嗨！哎，泡咖。现在在泡咖啦，在泡咖，然后就煮自己的脚哦，把脚煮一煮，等一下就可以吃掉了。泡温泉啦！哎、欸，哦，是泡温泉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懂吗？在按摩吗？好痛啊！好痒啊！啊，你怎么都没感觉？很舒服啊！哥，要不要闻闻看？是他这个精油啊，可以沾一点。谢谢啊。对，它有助于治疗鼻炎。香香吗？对啊，你跟爸爸说有没有香香？香香。香香。泡完脚舒服了，吃饭。好爽。饭了，直接吃包场没有问题了。现在吃嘛，大包吃。韩国烤肉。今天就大鱼大肉就对了。吃到饱。吃到饱，今天吃到饱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这个烤一烤，然后。用那个生菜包超好吃的，这个很好吃。真的有酒喝，招待招待，无限畅饮，很棒。超想吃，想说这几天怎么还没有看到这个？今天啊，就是今天啊。非常谢谢我们的不救啊，然后我们的这个可乐旅游的招待，谢谢。怎么样？这次员工旅游怎么样？难得跟呢。哎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因为平常大家上班的时候都一副扑克脸。怎么样？塞脸是不是？塞脸，塞脸。上班都塞脸的出来笑啊！但是出来发现大家都笑哎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是平常都素颜，但是出来大家都有打扮。那起来下一次看看嘎哥带我们去哪里玩呢？啊，没有问题啊，好不好？这夏天要再来一次吧。可以。没玩到水啊。对啊。就是夏天再来玩一次的吧。哦，他的水上乐园很厉害哦。我们这次的旅程啊，对，相关资讯都在下面，可以参考一下。参考一下啊，还是想要加入嘎哥的公司的，没有问题啊。顺便征才啦，缺剪接，缺企划啦。哦，对。啊，然后那个年轻貌美的那种，像这种就不要了，这种很多了。很貌美，这种大妈已经。这是年轻貌美的。我们 lady 怎么会啊？我看不出来，永远都像25岁。好了，下次见了，好吧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拜拜来来问，好问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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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太拘束，不用太拘束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什么？第一次来远旅，感觉怎么样？开心，开心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跟大家对，什么都对，跟大家一起。那下次想去哪？下次日本。东南亚，我也想去那种宿雾度假类的海岛国家之类的，然后很放松。我想到一个，看极光。我也想到那个芬兰，我想去芬兰过圣诞节。老板，听到了吗，老板？
三又第一次员工旅游出国。他来了，我刚在找地。他忘记。你是想去哪里？我要去欧洲啊，去更多雪的地方。我们约绿几次？三次。哎，你们觉得这次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？没有不一样，我觉得一样幸福，一样好玩，一样快乐。你又没带感情。一样跟没有，还没讲一样跟对的人，做对的事，什么都很对。那你们第一次来员工旅游，对不对？对。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好玩。那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国。哎，对。谢谢老板，一起啦！谢谢老板。想去美国，想去美国，谢谢老板。这次出国远旅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？很开心。开心。东西都很好吃。下次员工旅游想去哪里？都好，那有一起跟大家出去玩就好。哦、oh, ，就开心，对、啊，就很开心。谢谢。第一次员工旅游觉得怎么样？很爽。那你觉得这次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不太好买东西，时间都比较少，有点挤。但我觉得行程安排的景点什么的，我就觉得都蛮喜欢，就是拍到很多网美照。那下次想去哪？想去东南亚。东南亚。我们喜欢东南亚。为什么？那里很 free 啊，很酷调，比较那种很放松，我们有一个搜讯没有的地方。第一次远旅，很豪华，然后比想象中的好玩很多，然后行程拍的超满。感觉起来好像没差哎，就出来玩了，就尽情玩了。那下次有没有想要去哪里？下次日本，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，比如欧洲了吧？可以欧洲了吧？大家可以踏上欧洲大陆了吧？好像还没去过欧洲，加油！欧洲巴哈 baby 的营业额，这是第一次来跟我们员工旅游，对不对？对。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很好玩。那下次要再跟我们一起去哪里？一定要。要去哪里？想去哪？许愿都可以的，反正人家走我们就跟着走啦。自然园旅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非常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玩，吃超饱。那下次想去哪里？日本。想去日本哪边？都可以。要不要有下雪？哎，好哎。太猛了！今天航班业绩靠罗拉姐，太猛。哇，好猛！你猜我？看雪宝哎！你猜我最喜欢的是哪里？你最喜欢哪里？日本。台湾。嘿嘿嘿，最喜欢台湾。嘿嘿嘿。